弟弟，我跟你嫂子就先回去了，以后有空再来看你。好，这是我们自家自己种的橘子，你们带回去吧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，就这几个破橘子，城里什么地方没有？哎，这橘子看起来挺好的呀。哎，没事，你嫂子她就这样，刀子嘴豆腐心。没事，那你先回去吧。那你以后啊，也好好照顾自己啊。橘子啊，这不是我弟的一番心意吗？什么心意呀？你说你这个乡下的弟弟，整天就知道跟我们借钱，这都借了10万了，都还没还呢，就拿这些橘子打发我们。我知道，但是你忘了吗？当初我们创业失败的时候，是我弟弟拿他娶老婆的钱来帮我们的。现在我们发达了，总不能忘记帮助我们的人吧？你看这橘子多好。哎呀，好什么呀？老婆，你看，哥，这张卡里面有15万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之前。家里的收成不是很好，所以借你的钱一直都没有还上。今天我跟我的朋友做了一点小生意，手上已经有点闲钱了，多出来的钱你们就拿着。你们在城市生活压力大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。是，你看我弟弟他文化不高，赚钱也不容易，还想着帮我们减轻负担呢。是啊，那咱们把这钱还回去吧。你弟在乡下赚钱也不容易啊。你说的对。走吧。